哎、欸，这是洞穴 talk show， 然后我是大卫，我是 Amber， 好，我们今天这是 EP11， 有请激浪特工队，不是啦，激浪特工本部啦，你很没礼貌、欸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以前就是激浪特工队，没错，真的、哦，对，以前叫激浪特工队、oh, okay, okay. ，对对对，那是这是叫总长，用总长吗？可以，总长形容，可以，可以，柯达，你们好 ，AKA 老大 ，AKA。柳川地下里长 ，OK OK， 这个我自己讲会不会有点奇怪？被人称呼是柳川地下里长，嗯、对外人称呼的话啊 ，OK OK， 我们认识的都会叫我柯达，嗯 ，OK， 为什么就被叫里长？我是第一个在柳川那一区入住的店家空间，独立店家，对，后来薛成博、老高跟道他们才陆续。陆续一起入住这样 ，OK OK， 然后就是我们朋友多嘛，然后总会有一些让邻居比较反感的事情，然后我就会去在中间协调，他们就会直接找我，他们不会去找他们，哦，他们认你，对，他们认我，他觉得都是你搞的，从你开始的，都你害的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他们会觉得我在讲话或是。处理事情起来比较成熟啦，对，比较成熟，比理性一点。Oh, OK OK， 对，可以沟通的人，嗯，对，可以沟通的人，其他人不太能沟通。其他人也可以，只是语言不一样。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我可以跟比较社会大众的人很亲近的沟通，这样。哦、oh, 嗯，哦、okay. ，这是一个技能诶，那有什么技巧吗？你觉得技巧吗？技巧，我觉得唯一的技巧就是讲话那个。词语啊什么要修饰的比较漂亮一点、oh. 嗯，然后讲话也不是说巴结或是卑微，就是你要修饰一下让人家觉得、欸、你有在尊重他，虽然造成了一些困扰，但是我会把它处理好这样哦、oh, OK、嗯、大概是这种方式、okay. 拿出诚意，拿出诚意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有礼貌，有礼貌，礼貌是必须要的，换位思考啦，我觉得换位思考，对 对, 對、都是什么问题啊，噪音还是什么，好像我们之前在办活动的时候，我们骑游就这么小嘛，但是机车这么多，朋友这么多，一定会停到左邻右舍去、哦，然后可能一下车就抽烟啊，烟蒂就丢地上，是是是，这种他们就会有点反感，哦、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说，那个烟蒂啊，还有机车要停没关系，要丢没关系，但是你们记得要扫一下，是，然后我就说好，之后有办活动还是有什么朋友来，我会把朋友他们管理的好，是，就是我们会处理善后，给他们放心，知道至少有一个窗口可以对，这样 OK OK OK，、嗯、找你负责啦，这样子、嗯、有什么问题我来处理，对对对对对，欸、这很有既视感的、欸，我们以前也是一天到晚在门口扫烟蒂啊，对啊，對也是一堆邻居在检举啊，还是对啊之类的来 complain， 然后叫人家不要聚集在门口抽烟、啊，讲、嗯、话大声，然后人家要睡觉啊，你要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我那边好一点啊，就是我们那边对面就是河，所以不会吵到邻居，不是在小巷子，所以讲话。音量好一点，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了解。所以想要租房子的话，也是找你吗？在那附近？哎、欸，真的哦，真的。这不是我要说，就是像一开始我先入住在我那一栋嘛，然后我租着，差不多过半年左右，哎、欸，隔壁也空下来了，是。然后我就跟朋友提议说，哎、欸，那隔壁同学空下来，你们要不要跟朋友一起来合租看看？嗯，然后我们这样子聚集起来。推广或是拉动人潮部分也比较有利，嗯，这样的聚势的效益，一个聚落啊，而且那一区很棒啊，那一区真的很棒，嗯，在下午的时候，那个夕阳跟河岸，你一走出门就是看得到大，享受得到大自然，这样，哇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嗯，你可以坐在沙发那边，因为我门口有沙发，就是有时候坐在那边，我看着夕阳，就一看就是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这样。哇，嗯，好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上次这种体验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。嗯，好羡慕。对啊，你听起来好可怜，我听起来很羡慕哎、欸，我超羡慕的。因为你很难想象，就在市区的比较蛋白区的地方，竟然有一个这么惬意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本来是特工队，是因为它是在移动的，是这样讲吗？嗯、特工队的话，是我在。开店之前是摆摊啊，摆摊卖甜点，然后摆了差不多两年，
我那时候在模范市场里面有一个别呛大叔的咖喱店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在他的唱片行门口摆了两年左右，然后累积了一些客群，觉得哎，时候好像差不多可以准备开店，是，然后才开始找店面，找到现在这个位置。你本来就是做甜点，应该说你是学这个方面的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？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。那你怎么开始想要做甜点的？就是我蛮喜欢料理的，然后觉得料理好像不够了，我就开始尝试烘焙甜点，然后做一做一定会有多的，然后分给朋友吃。嗯，然后朋友觉得哎，好特别的东西哦，台湾没有卖，感觉可以卖看看。嗯嗯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不然我把工作辞掉，一个冲动，对，一个冲动就去了。嗯，好爽哦。但我觉得就是这一股决心才会让我走向成功的道路，有点官腔，有点励志鸡汤，这是王道的，對王道系的。其实我是蛮中二的，对，真的真的。我创业历程其实也是蛮王道的，真的、哦。那 我想要听再详细的王道创业历程、啊。我觉得像我把工作，那时候我在做办公室，内容不重要，反正我在做办公室，那时候是蛮稳定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走的道路，人生的道路，嗯、所以我就辞掉工作，然后去规划。哎，我要创业的话，我该从何开始？我该准备些什么？嗯、然后我该怎么做？利用上班时间吗？那时候利用休假时间。哦、对，然后那人但是我真的毅然决然辞掉工作之后，就是真的就是用摆摊来维生。嗯哦，哇、okay. ，那时候 all in 的，对 all in 的，那时候摆摊的摊位超级小的、哦，就是120公分的小桌子，就这么小，然后就摆一个小橱窗卖甜点这样，嗯、然后就我刚刚说的摆了两年左右，觉得差不多客群稳定了，然后来开一个店面，因为我觉得会想要开咖啡厅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咖啡厅它有很大的可塑性。它可以承载非常多东西，像是你的个人喜好、你的个人美学，还有你想要推广的东西、嗯，你想要怎么利用这个空间？我觉得咖啡店是一个可塑性很高的，是的创业方式。我也开过咖啡店，嗯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在哪里？在以前的那个艺廊的后面，在自由人公寓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以前在那后面开过半年多，半年多而已嘛。后来就变洞穴哦。那你觉得咖啡厅它可塑性是比好什么甜点店啊，或是主食类来说，是不是可塑性非常的高？我觉得我那时候做咖啡的想法有一点像。其实我是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啦，哦，蛮多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做吧台手做蛮多年的，哦，对，在别人的店啊，就换了几间店工作。有些人是他可能就是想要他自己喜欢喝咖啡，他想要冲好咖啡给别人喝这样。但是我的角度是这个可塑性比较高，弹性比较大，我可以去融合很多我想做的事情这样。嗯，像我咖啡厅也可以办展啊，也可以办活动什么的，只要你空间 OK， 规划的 OK， 嗯，要做任何事其实都蛮 OK 的。嗯，的确是游刃有余。我是想喝咖啡省钱啦，一杯咖啡好贵，竟然是这样说啊？对啊，每天都要喝，我还是不然去上班好了，自己买咖啡豆啊，自己烘一下，对对对，全部自己来好了，找一个有供餐的这样。嗯，什么东西？其实我以前也是做咖啡的啊，怎么大家都做咖啡？大家都做咖啡，对。但是我做的咖啡其实普普通通，不会，不会，我觉得 OK 哎、欸。我去，我那天。觉得那个餐点都很有一种风格，嗯，然后到整个店的摆设，就是有一种一贯的，要怎么讲，有一种美学，真的像你讲，有一种美学的存在。嗯、然后我有注意到那个柜台啊，嗯，其实很像电影里面看到的侦探社，嗯，你有刻意这样子做这个东西？对，其实我在塑造的是一个事务所的，对吗？的样子是吗？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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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有一点两个档案柜，对 对, 对，然后一个办公桌，这样前面也是电话，然后有一些 很入口有一个很大浴缸，对对对，没错，风水风水但是这个
摆设的问题，这个跟一般咖啡厅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一般咖啡厅可能会有一个长的吧台这样，对对对。但是我选择用一个办公桌来当做柜台，灵感是来自于我的小时候的生长环境。嗯，小时候生长环境其实蛮复杂的，爸爸是在台中当黑社会的。哦，然后、okay. 但我不是台中人，我们不是台中人，我们是南投鱼池人，日月潭那边的。哦，小时候他就会牵着我去他的会所啊，或者据点，帮派的据点去办公室。对，办公室。OK， 就是从小就有点耳濡目染，就看到这些东西。哦，虽然那是很小时候的印象，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的印象会特别深刻，那个种子是会埋在心里很深。我就觉得诶，好像开一间咖啡厅把它弄成事务所的样子好像蛮酷的。然后我就来试看看，来跳脱跟现在比较不一样的咖啡厅形式，这样，很酷，欸，一种美学，对，一种美学，继承这个，欸，那帮派的美学，因为你的店其实很美，欸，那帮派的事务所其实也是这么高级的感觉吗？比较没有那么干净整洁啦。Oh, 对， okay, okay. 还是会有比较乱的样子。了解了解，有你弄得很舒服。我那时候的幻想，就是我开店的时候的幻想是，大家要很像在那个黑道的事务所里面泡茶聊天这样。那你要有一些那个木桌跟一些茶盘，对，有一个茶盘。但我想说那个好麻烦，但是我在那太干了吧。我店里有品项是热茶。热茶的话，我是准备一个小的茶盘，一个小的托盘，这样圆形的，然后上面就有那个茶壶、公杯跟小茶杯，我会帮你冲好热水，你可以自己倒，然后自己喝，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你可以约人家谈事情，这样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是有蛮多真的是来谈事情的，还有附瓜子吗？有附。有附小点心，有附小点心。點心对，瓜子有点太吵了。OK， 不喜欢太吵，而且瓜子会掉的满地，是超烦的。对啊，烤烤烤，有点吵。你看一个夹子，一个夹子，那是核桃。对啊，所以我其实是有刻意塑造一个比较严肃的用餐环境，让大家比较有沉浸的感觉。因为我其实有查网络的一些文章，还蛮多人说你是昭和风的。对，但是 我自己会说是台式，像办公桌然后这种藤桌，其实台湾以前很多。但是我大家说昭和嘛，其实台湾本来早期就受到日本影响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没关系，那个无所谓，就的确是有本来就有那个影子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是从我小时候的印象，脑海中的印象去塑造这个空间的。像鱼缸啊，小时候去长辈家，一进门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鱼缸什么的，这跟风水有关啦，但是我本身是没有研究。可是因为我就是我们不是有去嘛，然后我一进去就问他说：“欸，所以你信风水吗？因为你有鱼缸，然后你还有一个水晶，紫水晶的金洞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看起来超风水。哦，那个水晶洞是我从家里搬来的，我就说：欸，家里是不是有个紫金洞可以搬来我店里放我店里嘛？啊，然后我就摆好了，欸，我就拍照给妈妈看，欸，这个位置对吗？然后说：哦，对。”其实我觉得搞不好是有用的耶，我觉得摆的蛮好的。对啊，整个真的吗？我觉得摆的蛮好的，而且我觉得空间的气场，我是不知道啦。有啦，我是不，我本身是不信，但是我会询问家长他们的意见，就是他们平常他们的观念，欸，这个风水这样摆是对的吗？他们还是有给出一些建议，对，有一些建议，哦，像我的鱼缸上面有一艘船，是对，然后一开始摆的方向是不对的，然后他说要往内摆。哦，然后那个船才会载着金银财宝回来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对。然后紫金洞摆在门口旁边是可以镇煞，这样是 OK，哇，大概有参考过。好哎，欸，我也需要一些这个建议。没错没错，像鱼缸也是啊，鱼缸就是你一进门的话，直接看到主位是不好的，穿堂煞，对对对，穿堂煞，所以要有一个大东西把它挡起来。有的人是屏风，那我的是鱼缸，这样，事务所也要。因为我知道家里要就是玄关，要吧，办公室更要吧，办公室更要，他们做的事情，而且你的位置有高危险，高危险，有进入我们的那个状态，有进入我们的故事线，有吧有吧，不错不错，而且你有那个靠山，哎，
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、欸，哎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我只是觉得，我有在研究风水，我只是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画蛮大的，不知道挂哪里，挂在我后面好了，竟然是靠山哦、喔，对，蛮、哦、有意思的，对对对，真的靠着墙，然后上面也有一个、嗯、有一座山这样，没错没错，嗯、竟然被你发现了，我自己都没发现。我要被说破了大家回去都学，我今天要回家在我背后刮一幅山，刮一幅有山的画，山水画。然后等一下我下一题是什么，不好意思，想讲北野武嘛，那个汽水都是北野武电影哦，对对 对, 对，北野武很 gen 耶、欸、对你来说北野武很 gen 吗？对我来说北野武他是比较调皮的 OK、因为他的电影，好，我举奏鸣曲这部电影来说好了。奏鸣曲它表面上在讲述的是帮派之间的恩怨情仇，但其实大多的篇幅都放在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些小互动，像他们会在海边玩一些很幼稚的游戏，推相扑啊，在地上画线然后在里面推相扑，或是打空瓶啊，在头上放一个罐子然后用枪打空瓶，就会有一种 反差感，就是一个哇很凶恶的一群人，但是在玩着很幼稚的游戏。是他早期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是他早期的形象跟作品，他早期的形象跟作品我都有看过，但是比较后期的就没有。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个人的色彩就很鲜明，他想要置入的跟他的主题是很常会没有相关的，会有一种调皮的感觉，而且这个是只属于北野武他才能做出的作品，拍出来的作品。然后画面不用说了，画面一定很漂亮。然后音乐它是跟久石让大师，久石让大师就是宫崎骏也会定期合作的那个配乐家，对，他早期也是固定跟北野武合作，所以整个画面音乐你都会很赏心悦目。哇，那久石让听起来也是很就是什么可塑性很强的一个人、欸、对对对，从宫崎骏到从那种奇幻的动画然后到这种有点超魔幻写实，其实都是奇幻啦、超现实。对，其实要讲北野武的作品我觉得有点奇幻，其实我没有看很多北野武的东西，我们就有看过一个他有点像是自传的千超小子，对，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蛮神奇的。我看了他蛮多帮派的就是极道的片子，对对对、然后还有座头市我觉得蛮帅哦，座头市也比较后期，他比较老的时候，对，但他第一部作品蛮有趣的，名字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、他1992年的电影，他是在描写一对聋哑的情侣，然后男生怎么爱上冲浪，然后怎么在冲浪里面投入热情，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，因为他们是聋哑人士，所以整部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对话。OK， 然后正因为没有对话，所以你可以用心去感受他们，去换位思考，去想象他们当时心里是想什么。他们没办法透过嘴巴来说，没办法透过耳朵来听的话，那他们内心之间的感受是怎么样？的互动是怎么样？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的推荐，听起来很深刻。这个非常深刻，我觉得看过的你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。Okay, okay. 有时间的话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要。好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。没错，没错。哦，这个是我店里面有菜单，有饮料上面有饮料都是，但是很多人会以为是哎。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王心凌吗？这样，我也不能说我不懂，但不是那一个那年夏天，是铁汉柔情，对，是铁汉柔情，抱歉。okay. 你唱王心凌，我不能接受，没有啦。那首歌怎么唱啊？那年夏天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了。那个饮料单上面选的，就是算是你个人喜好片单吗？对，是我最喜欢的几部片。部这样，然后其实有一个小巧思在里面，就是每一部电影跟我的饮料颜色都有呼应啊，我有跟他们的电影封面有呼应的，像花火，花火，你那天喝花火吗？黑醋栗，对，黑醋栗，它是有点紫色深红色，是是是，然后花火的电影海报它也是深红色的 ，OK， 然后那年夏天就很容易联想嘛，它是蓝色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是蓝色的，哇，很浪漫欸，其实真的小细节，我觉得概念很完整，对 对，小细节，很棒，我觉得北野武很棒，但是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偏。译文一点会吗？不会吗？不会吧？
有很多人看过北野武的电影。哦，你这太失礼了，那么太失礼了。男生，你这个人太失礼了。喜欢看电影的男生，我觉得你说他很直，我可以接受。那你说他没人看，我不能接受。我没有说他没人看，我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年代直男，我觉得直男八成九成都看吧，我爸都看。对对对对，他已经跨两个世代了，很浪漫哦，是吧？蛮浪漫的，就80%-90%的男人一定会对哦黑帮啊这种火黑帮电影，对对 ，sorry，、啊、那没关系。但北野武的黑帮电影就是最指标性的，就是暴力跟美学，要怎么杀？哎，可以讲杀人，可以，要怎么杀人？要怎么使用枪？都有他的美学在，这样，嗯，很有趣。但是可能直男会比较了解，直男比较 get 得到，比较 get 得到，对于这些男人的浪漫会比较感受深刻。好，我觉得就是激浪本部就有点贯彻这个东西。嗯、对，没错，进去那个气氛，对就有，所以叫激浪特工队。队的原因是规模比较小嘛，那时候还在摆摊，所以规模比较小。然后哎、欸，开店了，规模大了一点，就是成立一个本部。然后变成有小弟来定期交保护费，交保护费，我们去缴过保护费，所以今天请得到老大来。对、啊，我跟我的客人互动就是以老大跟小弟去相称这样，okay, 他们会我会称呼他们为小弟，然后他们来店里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大今天来店里交保护费了。”对对对，那切过几根手指了吗？目前还大家都挺乖的 okay, 还没有背叛者，对对对对，还没有人乱来，对，还没有人乱来，秩序管理得很好 OK OK， 哇，那是很棒的组织耶我也觉得蛮不错的。那组织有守则吗？守则有没有一定要遵守的道还是什么的？我觉得礼貌吧，礼貌跟尊重、oh, OK 嗯，礼貌跟尊重，不管是你来我店里，你要礼貌尊重，是这是一定的，我也会很严格的去请大家遵守，是不只是这样子，我还要求大家去别人的店里也要有礼貌跟尊重。哇，嗯，很棒欸。对，就是好，你今天去了别间咖啡厅，然后你做一些没礼貌的事情，那你就要被我骂，这样。嗯，哦、okay ，很棒，我很喜欢。那个派对的客人可以对教一下，他们都应该要来交点保护费，学一点礼貌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的人，就是什么事情可以做就是可以做，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，没有灰色地带。这样子，这样是有点独裁啊。还是以后可以请你来做 bouncer 啊？就是我们那个 bouncer 是激浪特工，对，然后可以给你木刀这样。可以这样，就是大家都管教嘛，大家都觉得我蛮凶的。就是我们的那个保全单位是激浪特工队，我觉得你需要特工，激浪出动，對對對，需要特工。我会带着我的小弟在那边帮你顾，教人家礼貌，对，教人家礼貌。哎、欸，不可以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手在干嘛？哎、欸，那个东西不行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需要，认真需要，而且我觉得拿来就是。付费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，真的真的。我们没有做过特训欸啊，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准备做特训。你们需要了，开始需要了，多一个业务。对啊，我对外也会说，我的主业是讨债，然后副业才是做咖啡厅这样，副业是做甜点，就万事屋的概念。没错，好可爱。这个事务所，事务所就是你只要有任何疑难杂症，没有人可以帮你解决的，就是来事务所。哦，哎、欸，但是这个我想要说一下，嗯，其实有蛮多朋友比较年轻的，像是19、20、21，准备要毕业了，准备要步入社会了，正在迷惘的朋友，小朋友们，他们也都会来找我寻求一些意见，还有人生的方向，这样。嗯嗯，我觉得这部分也蛮有趣的。好，有一些可能是做创作的，然后他也会询问我的意见，说，哎、欸。你觉得怎么改会比较好？怎么改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群众，得到什么样的反馈？这样某种层面上，其实也真的有达到事务所的样子，它的功效、功用、功效，嗯、没错，没错。哇，这很有趣哎、嗯，真的，我没想到甜点店竟然有这种功能。对啊，真的是很多功能的载体。像有时候，好举例来说，有朋友来写剧本，他想要拍电影。然后他就会给我看他的脚本怎么样，然后我就给他我的意见，怎么样更改会更好，这样。嗯，那收顾问费吗？顾问费就收一些低消就好了。哦，哇，点一个饮料就够了。哇塞，太棒了，太好了。嗯
因为要去，我也要去，你知道，案子写不出来。欸、我那个我要一个饮料这样，然后压力好大，你可以来做一下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，又开始排队，开预约，大家已经不是来喝咖啡，每个都要来问事，来问事比较多，业务范围很广哎、欸，这样。到时候真的有人欠钱，真的跑来找我。欸、柯达，你可以，老大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一笔钱收回来吗？那是可以的吗？如果办得到的话，我是可以办的。这个可以是可以尝试，这好像有行情哎、欸，这个好像可以拿到一个趴数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就需要谈，哎、欸，怎么拆一份？哦，你给我多少就好，剩下的你自己讨得回来就归你。好，但希望是不要涉嫌到法律的纠纷啦。嗯 ，OK， 这部分还是希望自己处理就好了，在合法的范围内。对，合法的范围里面，我可以给予意见跟帮助。嗯，这么说好了。嗯，有点中二。不会，我觉得好喜欢，有趣的，好赞哦。没有想过咖啡店还可以有这种功用。对啊，难怪有咖啡店只开半年。他不是。你没有 get 到，我没有 get 到，我只是想喝咖啡而已。对，然后我们要进入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、嗯，就是其实你办了前阵子办了一场派对，嗯、叫做爱有尾牙，尾牙嗯、应该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办派对啊？我记得有一些二次元的元素、嗯，还有一些地下偶像。对，那一场爱有尾牙这一场的话，是我办过算第四场了。哦、嗯，第四场、okay ，第四场的活动。然后这一场很单纯，就是因为以前八九年前吧，也追过地下偶像，哇那时候很不风行，就是没什么人听过、嗯，客群可能真的全台湾哦数得出来的，可能不到一千个人。哇，就非常小众，真的很小众，小众，比现在的瑞舞可能还要更小众这样。是。然后长大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因为那时候学生嘛，没什么钱去追星，而且台中那时候没有什么这样的类型的活动，都直接略过，嗯、要么就是高雄，要么就是台北。所以在台中的没关系，不是只有地下偶像乐团也都啊，对啊对啊，乐团也都会这样子，乐团也都会这样子，就是跳越过台中文化沙漠，没错没错。然后那时候就没什么钱追地下偶像，只能跑台北、高雄这样，然后没什么钱、嗯，后来就也没什么追了。然后长大之后跟朋友聊天，聊着在聊一些宅文化的东西，然后聊着聊着就觉得，哎，是不是我现在自己也有能力请他们到我面前跳舞呢？我是抱着这个心态，满足一种私欲。林哥，某种层面上是满足自己的私欲，然后某种层面上是邀请大家来一起看，来造福大家，这样很棒哎、欸！就是邀请他们来这个空间里面表演，然后顺便结合一些我现在拥有的资源，嗯、像子瑜他们、西口他们，对于宅文化也蛮有研究的。像子瑜他之前也是，就是一个宅男啊，直接说好了，就是一个宅男，所以他对于我想要营造的氛围，想要的选曲都他 get 得到，他直接就 get 得到。没有，阿麦也是，阿麦也是，是、嗯嗯、他也是一个宅男这样。其实我也是，但是那时候应该找你来放的，还可以下次、嗯、还可以下次，还会再办啊。我办过的活动我都会持续再办下去，而且这次造成的回响也蛮大的，大家都没有听过地下偶像，都以为只有日本才会有，没想到台湾也有，而且表演的也非常的专业。嗯，就有洗到他们，有成功的推广到。我有听说地下偶像的竞争其实是非常严苛的。嗯，没错。然后连在台湾也是，就是他们去，我听说啦，就是去看表演，然后你入场前人家会问你说你是来看谁的，是有这种事情哦、喔。对啊，一定会有、啊、有这种事情的，一定会有、啊。然后说那张票全部的收入就是给那个人。嗯，没错。所以如果你是去陪榜的，你有时候会拿不到钱，拿不到show费。但是台湾没有到像日本这么严格，没有那么严，因为台湾还在起步啦，在我看下来、哦、还在起步、okay ，还没有那么风行。但日本就很风行啊。所以日本做得到，台湾目前还没有办法，之后有可能会有，就觉得哇，这讲起来那个演乐团的大家都超人情味的、欸、就是哦，你今天来帮我开场，我们票是用就是大家来平拆这样。哇，好硬哦，好硬、哦、好硬哦，所以他们很
很用力的精进自己的专业，因为也是一种求生存吧，你看又回到求生存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回到本质，舞还是一定要跳得好，你的魅力，个人魅力要做得好，歌要唱得好，对，歌要唱得好，啊、人家才会被拉茶，嗯，然后经营粉丝这样，嗯，没错，这真的是就是用一个不容易的，对，就是用一个偶像的角度去经营自己，那偶像该做的形象，或是经营粉专、经营客群，认真干一个演艺事业，对，都要很用心、啊，要做到位了、嗯，要做到位。嗯，你本来就有在趴吗？你是怎么接触？其实我在瑞舞走跳的资历非常的短，大概从去年的七月才开始。哦，那时候我刚开店，刚开两三个月，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阿志 ，Lazy Finger。哦，对对对。哦 okay、然后他就说他提议他想要来店里放歌，我觉得不错，我店里的第一场活动。可以试看看，嗯，然后举办之后，当下的感受是，原来音乐电音不是只有那种砰砰砰，或是 EDM 那种感觉，原来那种怂，就是怂啦，EDM 就是怂啦，哇，这个可以讲吗？为什么不能讲？为什么不能讲？对啊，但确实是，就是有反转我的刻板印象。哦、OK OK， 我觉得原来舞曲有好听的，对，舞曲有好听的，电音可以这样听。原来有中高低音频这种分别这样，然后后来就慢慢有在去一些地下瑞舞的活动这样 ，OK OK，、前前后大概就一年左右而已，所以店七月才开的，去年七月，店是四月，哦、4月然后开了两三个月，阿志才来放歌这样，哦、OK OK， 也是那时候才认识到了子瑜、细口、雨熙他们，哦、还有道的这些朋友们。道上的朋友，道上的朋友，没错，有认识一些道上的朋友，然后就一去不回头，没错，有一些道友，我觉得我就去，然后我就去跑一些，不管是洞穴办的，或是其他人办的，我在当下的感受就是，原来大家到这个场合，他可能白天是不同的身份，可能很震惊什么的，然后但是晚上一到这个音响前面 DJ 台前面的时候，大家都是。不管其他人眼光，就是享受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是是是享受音乐、给自己的反馈，然后去律动身体，这样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啦，是是是，然后才开始认真投入，然后开始举办活动这样、但我办的活动都是小趴，我比较喜欢办小趴，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跟感受比较近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小趴大趴就给你们不去办就好，比较像联谊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比较像联谊，来的都是熟面孔这样，很好耶，这种没有打算私趴的感觉，对，有点像私趴的感觉，就是大家时间到了，然后三五好友聚一聚这样，这很棒啊，很纯粹啦，对，很自由，玩的是一个自由，很纯粹，玩的是一个氛围这样。就是喜欢排什么内容就排什么内容、完全不用考虑市场，没错，所以我在邀请 DJ 的部分我都非常自由，选曲啊 BPM 我只要给他们主题，然后接下来就给他们自己发挥，就互相信任，觉得他们会放得好，我下次也要去谢谢谢谢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每次办完就会有一种好累哦，下次不想玩，累很累真的很累，而且我是帮你几岁，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，就是每次熬夜，因为趴都大概到四点嘛，收完大概五点，然后就你也不会马上睡觉，我都要睡一个礼拜，对 我都要快、真的快一个礼拜才会好一点，对 你的那个修复的时间会拉超长、不是隔天睡久一点就可以恢复，没有对没有、这时间那看来你也是有点年纪，我其实有一点对露馅，没有，我28岁，今年要29岁哦、OK 也差不多啊，过25岁到、差不多，对对，25岁以上都会有这种情况、那还好，那还好，对对，那还好，你不要你不要真的还好还好，吵死了的 IG 的那一条是说什么规矩很多、老板很凶的店。可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啊，然后你也一直强调就是甜点很普通，很普通，没错，我觉得甜点超好吃，超好吃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有到超好吃，这样子就让你因为不瞒你说，没有预防针，其实我是学过甜点的，我是本科系、是啊，对，你觉得有及格就对了，有，我很挑嘴。哦，是啊，对，我觉得我算蛮挑嘴的，所以你们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，我觉得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对啊、那个蜂蜜蛋糕的质地很刚好，很细致，然后那个馅也很细致，那个西伯利亚蛋糕吗？
对，西伯利亚蛋糕。好，我先说为什么我会强调餐点很普通这件事好了。我就是想要帮大家打预防针，我直接摆明了说，哦，餐点就普普通通啊，你要来吃就来吃。然后如果你来吃了觉得很普通，真的觉得很普通，那就没事啊，相安无事。我就讲，我已经讲了，我摊牌了。嗯，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好吃，欸，那你就会自己拉高对我们的评价。嗯嗯，对啊，你一开始就说，哦，我的餐点很好吃哦，大家赶快来吃啊，大家吃完觉得好吃那是应该的，如果不好吃，okay. 他会埋在心里很不爽，甚至给你负评这样。所以只是帮大家打，其实是一种心理游戏，对，心理游戏是一种 mind game， 造成一种心理的落差。但你自己呢？你自己觉得你的甜点真的只有很普通而已吗？我觉得很好吃啊。我后来发现，就是做这种餐饮服务的啊，常常那种高手都会说，哎，我做的东西都只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啦。我很喜欢的好几间咖啡店，他都说我这是日常的咖啡啦，我这杯是普通的咖啡。普通咖啡，就是那天去完我就有这个感觉，说哦，这个是职人啦。算职人，就是在我们心中算及格啦，及格边缘而已，也不是说谦虚还是什么的。你也知道更好，还是很虚，有更好可以追求。我们还有更好的，还有更多空间可以追求。對對對，那我再来讲，你刚刚说的西伯利亚蛋糕，我做的甜点就是比较传统的，有，就是我喜欢做一些别人没在做的甜点，因为我觉得，好像泡芙啊、柠檬塔这种、肉桂卷啊这种东西。大家都会做，是，那留给你们自己去竞争就好了。所以我就专挑一些比较冷门的、比较传统的、台湾没有的来做，原因也是玩一种心理博弈啦，就是也没有得比较啊。你知道你现在吃的这个是最好吃的吗？你没得比较啊，因为别人没在买。这个很聪明哎，商业上的对，商业上的一种心理手段，蛮多巧思的，对，对啊，但是像我喜欢挑选一些有文化脉络的甜点，像好西伯利亚蛋糕，这个是日本他们在二战时期的时候研发出来的，是日本发明的，虽然叫西伯利亚，西伯利亚在那个俄罗斯旁边那边嘛，就是在二战的时候，日军有进驻俄罗斯那边，有通过那个西伯利亚那边很冷，很冷，对，就是一个铁道直直的，然后旁边就是都是白雪这样。西伯利亚蛋糕的形状样子就是中间一条铁道，然后旁边蜂蜜蛋糕的部分就是白雪、嗯、哦，有一个意象在红豆馅。可是就是因为其实我查它是说是红豆羊羹，还是说红豆，因为你用的是红豆馅嘛，等一下也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红豆馅，我觉得红豆馅赞。好，我查到的是说是红豆羊羹，还是说其实两个都可以？其实我是做羊羹没错，它中间是，其实是羊羹，它比较，你有发现它比较凝固一点，它跟你们吃的那个小面包的内馅的质地是不一样的。是我以前吃的羊羹都太难吃了。你羊羹是化学的啦。对，大家羊羹是化学的，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哦，羊羹好甜哦 ，seven 卖那种果冻 QQ 的，对，很 Q， 然后咬一小口就甜到不行了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大家的刻板印象是这样子，但是羊羹其实有蛮多种样貌的，有蛮多种形式的。有的是比较 QQ 的，有的是比较扎实的。像你说的那种，你们说的那种比较扎实的羊羹叫炼羊羹，炼是火跟那个剑，火炼是是是，那个炼羊羹，炼羊羹。然后另一种羊羹叫水羊羹，我做的是比较偏向于水羊羹。原来如此，但我也不是所有配方或是比例都是按照原本祖传的秘方啦，祖传，好像我阿公做的一样，但我还是有自己去融会贯通，觉得怎么样调整比例？对，调整是我自己喜欢的比例。OK， 日式甜点我真的不熟，但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在日本，甚至在日本也只剩下两三间店在卖而已。对，我其实有查到，它为什么会又被讨论，其实是因为2013年那个宫崎骏的《风起》。然后我有看过《风起》，我的确对这个蛋糕有印象。有印象吗？对，因为你就是想说，
什么叫西伯利亚蛋糕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这是虚构的吧？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对，但我其实没有去深究，是一直到这次看到你的店内，我想哇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有这个东西？对，我也是看过宫崎骏的那部《风起》之后，想说，哎，真的有这个甜点吗？我去查，哎，真的有，哎，台湾有在卖吗？没有，那我自己做看看。嗯、这样，大多数的甜点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模式产出的。嗯，因为你的那个招牌萨拉姆、啊、萨姆拉，对不起，萨姆拉，没关系，我刚才说人家没礼貌，萨姆拉，蛮多人都说萨拉姆的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萨姆拉也是，萨姆拉也是我从一个漫画叫做《海贼王》，嗯，他有一个角色叫大妈，然后他喜欢吃的甜点就是萨姆拉 ，OK， 然后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有这个甜点吗？这是虚构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有、欸，哎，台湾没有在卖。那自己来做看看，哇塞，嗯、这样你的甜点都是二次元跑出来的，听起来好赞、啊。没有啊，是他们本来就存在啦。对，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他就是有这个品项存在，但是你没看什么人在卖，你就会特别好奇，想要尝试看看他的口味。嗯，我觉得这对那个小朋友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情、欸，就是不要说小朋友啦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应该说对这种动漫有代入感的人，对对，他可以吃到这个东西，他一定觉得哇靠，对啊，所以我的就激浪其实蛮常会有一些慕名而来的人，哦，就是哎、okay, okay 台湾查遍了没有在卖萨姆拉这个东西，哎、欸，台中有哎、欸、激浪，然后去看看，哇塞，哎、嗯欸，你那个 marketing 很厉害、欸，我超觉得。但我没有刻意啊，我没有刻意去锁定、嗯。OK OK， 哦，讲到红豆馅、嗯，因为上次去的时候，你有说你的西伯利亚蛋糕一周只限定多少8块？对。因为那个红豆是你手工去皮的哦，对，这个要讲。大家看到我的一面就是哦，去跑趴、啊、去玩啊什么的，嗯、但看不到一面就是我在那边过筛红豆泥，然后过个3-4个小时这样，一个人在厨房就站着不动在那边过筛，因为我的红豆泥是自己做的，它的工序是红豆加热煮滚之后，你要把水倒掉。然后再重新加一次水，然后再煮滚，再倒掉，重复3次。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啊？这个动作叫色切，就是把色味给去除掉。哦、色切是日本职人他们的说法啦，但就是把色味去除掉，因为那些色味就是你煮滚之后的浮沫啊，还有那些水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哦。最主要来源是来自于皮，红豆皮。大家去吃可能车轮饼啊那种红豆馅。你就会吃完就会有点腻，然后嘴巴会牙齿会粗粗的，对对对，嗯，摩擦力变很强，这样那个就是台湾的做法，但日本的做法就是纯手工，就是煮滚，然后把它煮到熟了、软烂了之后去过筛，过一次筛之后，你要再用一个更小的间隙的滤网，你要挑目数要越来越小，对，目数要越来越小，跟磨砂纸一样。Oh, OK， 对。但我只有过2次啊，一次就是把皮去掉，然后第二次就是直接过很小的，差不多50目，反正就很小，然后把最细最细的红豆沙给滤出来，然后把杂质啊比较大的颗粒把它滤掉，这样。难怪那么好吃，是没错，职人，嗯，职人精神。所以一次做红豆你就要做5到6个小时，因为煮熟，大家煮过红豆的话就会知道，红豆要煮熟要花非常多时间。嗯，你可能压力锅煮会快一点点，快一点，嗯，对，但我煮熟通常都要花到3个小时，哇，然后过筛再2个小时，过筛完你要再用布把那些红豆水再拧掉、哦、然后剩下就是生的豆沙之后你要再放到平底锅加糖下去炒，最后炒出来才会是红豆泥。哇塞，对，所以你平常就大家看不到你的时候也在做红豆馅的。只有少部分朋友会看到我一个人在厨房里面在边修行，我们都称之为修行、啊。哇，这真的是修行、欸嗯、真的是修行。这个是修行，而且你完全不能滑手机，你两手都要做事，然后就定在那边一直过筛。哎、欸、那你可以听 podcast。那你都在想什么，你在做这些事情，你有在想什么？我没有在想什么，我进入冥想的状态，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好。对，我只要身体有这动作就好、哦，但是我心里就是完全放空的。哇，嗯，真的是修行，真的，这个就是禅。难怪那个红豆馅真的吃起来不太一样的，对啊，那个蛋糕里的、嗯，对，这是我最得意的品项，是红豆相关的
甜点。蜂蜜蛋糕也是自己烤的。我要再去吃。蜂蜜蛋糕也是自己烤的，甚至我是用木框，就因为日本、不管是日本、台湾，蜂蜜蛋糕店都是用木框烤的。OK， 而且必须要选那种白松木，白松木在加热到150度以上，它会散发出白松木的香味。哇，真的很讲究哎、欸嗯！没错没错，我在这里为你拍拍手。我觉得那块蛋糕卖那个价钱真的是太便宜了吧，太便宜了，对、啊、太便宜了。这样，我觉得那个瓦斯费都不值这个钱哎、欸。说真的，这样煮那么久，加那个人工，太便宜了。近期会涨价，因为我发现做这些事真的太累了。这个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价钱不符合，对，很不符合。那100块你就可以吃到又有蜂蜜蛋糕，又有这么用心的红豆泥，连我都觉得，连我都心疼我自己了。真的哎、欸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操，哇，廉价这样，没关系，涨价涨起来。我觉得你很贯彻，就是你的美学加上对于精神，对精神，就是然后外表跟这个内心的反差，我觉得是一个贯彻哎，其实啊是啊，对，就是从你。做这个本部、啊，我觉得是言行一致，然后这个美学，然后跟这个另外一面，觉得很浪漫欸、啊、男人的浪漫吧，这样讲吧，对男人，男人浪漫，男人的浪漫，这我可以，可以分享吗？这样可以，不是我说我可以，我可以理解啦，这个部分的男人的浪漫。这样你有 get 到北野武了吗？北野武，北野武是这样，就是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北野武可以来找我拍电影，我觉得超适合欸。认真是北野武应该要开一个那个甜点事务所的店。北野武应该要看这一集。北野武请来看。谁传给北野武？快点，帮我传给北野武看。我 email 给他。快六度分隔理论，好不好？你要来台中看看激浪本部、这样。你一定要来吃看我的甜点。你会被感动，没错。但北野武，说到北野武，岔开话题，北野武要拍最后一部电影哦，真的哦。但主题我忘记是什么，但这一段可以剪掉。他要拍最后一部电影，他说这是他人生最后一部电影。OK， 会很磅礴、在描写织田信长他那时候的故事。他拍时代剧，对时代剧，耗资蛮高的，好几亿。我觉得我光想就鸡皮疙瘩了、这个一定是。好啦，听完你讲北野武，我会去看，而且一定还没上映。但以前的电影可以看，而且应该很。应该会蛮血腥的，我觉得有一种预感。对他感觉那个武士刀那个砍下去，对那个美学，然后日本昆汀嘛，日本昆汀，对对对，像莎比尔系列，对对 对，我觉得会有那种感觉，但是有时代的那种重量，蛮期待的。我忘记什么时候七八月还OK， 还是正在拍而已，可能正在拍而已啊，我记错了 ，OK， 还没上映，但上映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会去。你们这也是有 DVD 播放器的，可以播放 DVD 的吗？我有 PS4 哦，那就可以放了。对，我有很多北野武的 DVD。你是不是还有一些黑泽明啊？我有看哦，对对对对，还有蛮多黑泽明的。我也很喜欢黑泽明，我也很喜欢黑泽明。哦，这聊电影去了，没关系啊，聊啊。因为黑泽明就是日本的电影天皇，他就是用非常很手工啊，甚至起码都是每一个演员要下去学。然后每个城堡或是场景他都是自己搭出来的，不是他自己本人啦、就是团队搭出来的，去呈现以前的那个时代的，都是真的，不是动画，对，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，那时候都是真的，那时候好像也还没什么动画，他从黑白拍到彩色，对对对，那时候甚至电影都还是黑白的，但这个我觉得看过就会直接非常明了的感受到。我有听过他很疯的事情。对，他拍电影蛮疯，他很疯，就是他觉得那个什么树叶的那个阴影反差不够大，他上去把每一片叶子都对掉，然后让那个拍下来的阴影那个黑白，他说然后拍弄到他满意，这样子，他是这样子在搞电影。对，我可以借你们一些黑泽明甚至北野武的 DVD， 你们可以有空的话可以看，你一看就可以深刻的感受到，哇，这个已经是艺术品的等级，这是绝对是，这已经是蒙娜丽莎那种画作的等级的作品了。那我觉得现代人要看这种东西，相对是有点困难的。对，我们看的东西太快速了，而且现在那种是那个电影解说又这么多，对对对，对啊，下载已经不会很少会花时间坐在家里沙发上看电影，花两三个小时了。很容易分心，对啊，以前的电影动辄就是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，像黑泽明最有名的电影就是《七武士》，也是三四个小时，
没有人会看得下去，又是黑白的，你看一看一定睡着，步调很慢。我看梦，它有一个啊有梦梦，我觉得梦是彩色的，对对梦，我觉得以现代人，我以一个现代，哎、欸，我也是蛮容易昏迷的人。你说看电影看到昏迷，对，还有一个大卫，我有一个昏迷指数，我没有睡着，基本上都是好电影哦。然后我觉得梦，我那时候我有看完。我看完哦，梦你有看完？梦我有看完，梦我觉得很棒。梦对我来说也蛮沉闷的、欸，我也蛮容易睡着的。OK， 他前面蛮精彩，前面第一个是那个狐狸娶亲，对对对对，那个很那边很魔幻對對對奇幻，很喜欢那个，而且又融入了那种日本的传统的那种禁忌，嗯，不错，那一部蛮不错的，我也有收藏。OK OK， 赞，那下次去跟你接来看一下，可以，我可以再测试一下他的昏迷指数，没问题。先从那个北野开始看。北武那一部最推荐《那年夏天》哦，《那年夏天》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。那你会看 Marvel 吗？Marvel， 你很想问对不对？很想问这题，我等好久了。对对Marvel， 你说电影吗？还是漫画书？都可以。Marvel 会啊，还是会看啊。我还会去电影院看，但是我一进场十分钟我就睡着了，然后我这边睡着，昏迷指数，然后醒来，哎。怎么反派跟主角在打架了？然后反派已经被打倒了。哎，结束了，我们结束了，不太确定错过了什么。他的套路差不多就这样，对，结束了。花了200多块、300块去睡觉，我就是很想问这一题而已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 Marvel 越拍越难看，那倒是。对，你是阿基拉粉，我觉得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是阿基拉粉。我也是从认真要讲的话，我接触电影也是从阿基拉。开始接触了， oh. 我才发现，哎、欸，原来电影不是我们所刻板印象的那种，爽片啊，就是高潮起伏都已经按照固定的 SOP 写好的那种，原来可以包含的意义这么的深远，这样，然后才慢慢去接触到比较鲜为人知的艺术电影，这样。OK， 我看你有很多收藏。就是阿基拉的各种，比如说他 DVD 的海报啊，然后各种不是只有阿基拉吧？你很多收藏，很多收藏，你超多收藏，你蛮多的。从小就喜欢收这些东西吗？还是没有？长大之后开店之后发现，哇，我以前没能力收藏的东西，我现在都要慢慢把它收藏回来。对对对，那你都去哪里找？这些东西啊，你有什么固定？可以分享吗？对啊，哦，还是会被人家抢货这样？是不会啦，但其实也没有秘密。但是我店里面多数的东西都是从南到北去收回来的，所以也没有一个固定在收的店。但台中的话，我会去酷酷哦，知道，会去酷酷。然后哪一个酷啊？你会跳蚤市场吗？跳蚤市场还好。因为跳蚤市场都好像要蛮早起的、啊，对 对，起不来。酷酷是很酷的酷，然后第二个酷是车库的酷，哦，很酷酷酷的酷。台中的他收老物的地方，对对对，也在自由路那边而已。台中的话我会选那边，再来剩下都是脸书的哦，社团、哦、脸书的功能叫 Market 啊、哦、，OK， 里面也会有蛮多老物的，只是你需要花时间去找。我大多数都是从民间自己去慢慢收来的，很少有透过店家或是卖场去卖，因为他们帮你整理干净，那个利润不是利润，价钱会翻倍一点，所以直接找民间搬家不要的那种最快，最便宜最省钱。像门口，你记得门口有沙发跟茶几吗？对，那个都是捡来的。水啦，我也是，我也是爱好者。哎、欸，这种东西拾荒社团还可以用吧？哎、欸，蛮漂亮的啊，就搬回去。你做这一张我也是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张也是捡来的。然后反正对、啊，就还可以用啊。而且我觉得这样相对环保啦。对，对，它不用再销毁，毕竟还是透过很多材质去制作出来的。对，能够再利用是最好的。老物的话，就是从南到北慢慢收，但是。刚说的书跟 DVD 的话，我会选有一个 IG 的，哎，这样是可以这样打广告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没有收钱啊，没差没差，可以。我自己很推荐，就是它叫雨时，雨就是你与我的雨，时是时间的时 ，OK， 雨时选物，哎，选书还是选物？他选的书像金格是你刚刚说的，是他，我是从那边买的。
那系列叫什么？那个山岛游记，什么思潮啊，什么、嗯、什么文库，是不是？就是它上面有一个蓝志文哦出版社，对对对对，志文出版社、嗯、新潮文库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喜欢翻那些老书，哦、我也收很多啦，那些书很便宜啊。然后、那个、知道怎么讲？那个很像是我这样就透露我年纪，但是很像是十年前的。然后你们现在是不能透露年纪的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吧？只是因为他比较老，所以他比较在意。对，我在意啊。你的灵魂蛮年轻的，我很在意，灵魂蛮年轻的。我又老又年轻，我觉得好复杂。然后你说你喜欢收那些，真的很像我们十年前的文青，文青在哦，没错，对对对对 对，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个东西，会想说，哎、欸，他年纪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啊？然后结果你说你27，哇！好酷欸因为那些书都会有一种味道很吸引人、嗯、它就是经典啦、啊、有些人有一种癖好是闻书啊，就是书都会拿起来闻、啊、因为每一种书都有不一样的味道。我只闻新书、哦、是啊，对啊，你只闻 Apple 啦，喜欢买 Apple 新的那种味道Apple 新的味道也很不错然后就是小小本的，你又可以随身携带，也很方便。 然后我还有，我其实、偷偷加了一题、就是因为其实我偷也没有偷啦，所以我去看了一下你之前的所有 IG 的 po 文。你说我个人的吗？对，哇，好害羞。然后嘞，然后我发现你很常讲到自由，那你觉得你想要我聊聊自由这件事，或是你觉得自由，我不聊自由就是我的自由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毕竟这是我们的自由，我觉得我的，那我愿意，我愿意分享，我觉得想不想讲是你的自由，对，我愿意分享。好，你想不想讲？你可以自由的选择，好不好？哇，可是自由这两个字太大了，好广泛哦，要怎么去表达？你觉得你自由吗？现在，我觉得我很自由啊。自由就是你有的选择，并且你会去实践。好像我创业的历程，其实家人都是反对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做，我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，就是告诉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做到。此时此刻，我内心这个当下，我觉得我是自由的，没有人，任何甚至最亲近的家人，他们都没办法去约束我的任何行为，像我去跑一些瑞舞的趴，他们也反对，他们会觉得哦，不要去那种环境，很混乱，很不正经，很不正经，迟早会出，我自己会出什么事这样。但我我觉得你就算是我的妈妈，你也不能管我这算任性吗？这算自由吗？这妈妈看到会不会不开心啊？不要算给我妈看没有啦，说到妈妈这件事情，我先岔开，等一下回到主题。说到妈妈这件事情，这个她其实跟瑞舞也有关系哦。我以前小时候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吧，我妈妈把我丢在一个槟榔摊里面。我有说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很复杂的，然后她把我丢在一个她朋友的槟榔摊里面，我就想要找妈妈，然后槟榔西施就跟我说，欸，妈妈在哪一个舞厅，我带你去找她。然后她就牵着我过去，她牵着我进去舞厅里面哦，然后我就哇好吵哦，怎么那么多大人，我找到我妈妈了。然后我就去拉她衣角，欸，妈妈妈妈这样。他完全不理我，他就是很忘情的在那边跳舞，对，他在 party， 他在享受那个 vibing， 所以我这个印象对我来说非常的深刻，就算他是幼稚园的回忆，对，所以但他还是埋藏在我心中非常的久。这样是1999年，差不多那个时候，差不多，因为台湾瑞舞是95、97年的时候才开始，对对对 对， 對。大前辈，妈妈下次找妈妈来上节目好了，来找妈妈来鉴定一下派对有没有成功，好不好玩这样幫我鉴定。有啊，他我有时候拍限动啊，他都会回我限动说，你怎么都有钱去，他说不要整天这样子。妈妈真的是前辈，妈妈内行，一看就知道，一听就知道这个。对，我会对瑞舞这个文化有兴趣，一方面也是它勾起我心中小时候的种子。对，它是我心中的小回忆，一个小碎片。那聊回来自由的部分，自由，我是不是太叫人所难了？突然丢出一个那么大的题目，没事啊。反正我觉得我想要做任何事情。
不管是好与坏，都不会有人能够限制我。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自我实践，自我实践，然后有选择。当然不只是事业的部分，是我个人喜好，我想要做的事情，通常都不会有人能够限制到我。我觉得你做红豆馅这件事情，就是你自由的体现。对我旁观者来看，就是这么任性的这样子。我就是要这样做，这超任性的、任性也算是自由的一部分，这很任性啊。有选择，有选择，对啊，自由对我来说就是选择。Okay. 想要吃最自由的红豆那个西伯利亚蛋糕吗？这在激浪本部，好不好？这个甜点里面加入我的自由，完全啊，这完全啊，加入我自由的灵魂在里面，真的真的，好赞哦！我要下次点2块来吃，我要吃2块，我要先订下个礼拜的8块，我天空订走了的，我要8倍的自由这样子。我店里面很常就是。好，自由。我今天我店是营业时间是2点到9点，但我现在已经6点7点，我就已经好累了。好，我就提早打烊，不接客人了。这个也是我的自由，自由的体现。任性的咖啡店，任性咖啡店啊！大家现在的咖啡店都很自由。我这个客人也没有兜啦，很多独立咖啡店都很自由。同业的部分，那你会公告吗？要公告，会啊会啊会啊，好像公告可以，因为我很常扑空啦，我是蛮不爽的。一个抱怨，如果有扑空的客人，这里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你没办法限制我的自由。啊，像我开店，我提早打烊一定会发公告嘛。我可能6点50分左右，我想说哦，好累哦，我等下7点就提早打烊。好，我发出去了，现在7点03分左右，就有人进来，有人进来了。对他说：“老板，我们要内用，我们要用餐这样。”我说：“我已经提早打烊了，抱歉，你下次可以看一下那个粉专的公告，我都有发哦，下次再注意一下。”哇，你不错哎、欸，真的很有原则哎、欸。可是你2分钟前才发，我2分钟前才发，他们可能根本在骑车，没办法看。很有原则哎、欸。哇塞，自由！但我不是故意说要让大家扑空还是什么的，但这就是我发了就是发了，缘分啦，对。这个是原则，但如果我通融你再进来继续用餐的话，就是打破我的原则啊。好，你真的赞，言行如一，十分的自由。不要鼓励这件事情，就是若有人模仿怎么办？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现啊，我觉得超棒。其他人不要听，其他店家你没有听到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任何商家都可以参考，或是不要随便模仿我，对，不要随便模仿。会有代价很高的，代价非常的高。好，那最后一题是有没有什么事我没有问到，但是你想说的？那我看一下我的反纲，我反纲打很多、欸，通常都是这样子、欸，怎麼那麼棒，就是那个我今天决定要提早打烊了，然后人就走进来了，对啊，屡试不爽，对啊，是你只要一发，人家就进来了，对啊，我以前只要洗咖啡机洗完的那一刹那就會，马上就有人进来了，就会有人说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外带吗？对啊，这不知道什么魔咒，不知道什么魔咒都会这样子。哦，好，聊聊激浪的理念好了。激浪这两个字，其实你们在你们想象中，激浪这两个字是有什么样的画面？那个浪花打在石头上，然后炸起来的样子，激起一阵一阵浪花这样。对，对，我的想象是，大家有看到小美人鱼吗？又来了，对啊，有。他就是趴在那岩石上，然后那个浪这样啪。啊，对来说，激浪是这个画面就对了。好唯美哦。不好意思。对，但是其实激浪这两个字是法国一种艺术的流派。它代表流派是跳脱制式，跳脱你的框架。搬运到我自己身上，我就会去实践它这个激浪的理念，不要受到这个社会的框架，你可以尽情的发挥自己擅长的，你想要创作的。所以很多创作的，有在做创作的朋友也会来店里询问意见，这刚好说。甚至我们店里面，我跟薛成博，就是叫老高，我们曾经有办过一个小志的展览、无人展览，放牧浏览、嗯、对，那档叫放牧浏览，就是邀请了台湾70-80件作品，然后就是摆在我们的三楼那边给大家去各自浏览。所以我去实践激浪这个理念，就是做一些
比如说你原本其实是原本是咖啡店，咖啡店，但其实是事务所，对，是事务所，然后也办趴，然后也办、还办 zin， 还那种搞 zin 展，哦，对，所以各种文化我都会想要尽量去推动他们。哦，我自己没有在创作，但是我手握这些资源跟舞台的话，我会十分乐意去邀请，愿意做那个推手，嗯，愿意做那个背后的推手，哇，然后把那个浪击到更高的位置，这样一阵一阵的这样，让小美人鱼出海，好啊，嗯，那这一集差不多这样，谢谢柯达，谢谢柯达，嗯，谢谢两位，激浪本部总长，可以叫我柯达就好，柯达老大，有什么需求，创作需求，李长找他，然后北野武找他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自由的红豆线，自由也找他。这周的八块我先定了。我现在等他骑回去就开始烤蜂蜜蛋糕跟对抹红豆，开始修行了。OK 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会不会。好，好，那就是 EP 十一 ，EP 十一，我是大卫，我是 Amber， 洞穴 Talk 穴柯达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